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一、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三、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四、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全体请坐下。这堂课由温承志讲师为我们讲课，请大家鼓掌欢迎。各位同心好安，大家安安，大家好。外口雨真大，对不？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明仔载是什么日子？咱的压手。4月1号是什么节日？4月1号是什么节日？血车印哦，伫日本帝国的传统的日子，什么日子？对对对，会过年都会开始哦，诶，东西真清楚吼、哦。你啊要做笔记的，用个新纸写起来。4月1日。是新年度会计日的开始，4月1日。第二，学校新学期的开始，再来是啥？公司成立的日子。即马日本内底同款，4月1日是公司成立的日子。再来啥？公司要合并，嘛是算你当时4月1日。再来啥？新的员工。要就职，嘛是算你啦。4月1日，搁一项上重要的日子，各位同心，你爱记得哦。4月1日是秘书长甲夫人的结婚纪念日。我相信真侪同心学员听到这个足趣味的吼。今仔日有一本书新刷，开始要予大家念当的吼，就是这样。台湾最终地位第四本，来第一讲了啥？台湾民政府控告中华民国甲美国政府的原文，这事件官司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大战。为什么？全世界在3月10日迄天，2015年3月10日迄天，伫秘书长夫人伫个华盛顿 DC。国家记者俱乐部所发表的言论，当天全球有1亿人在看这个影片。现场呢，有来自全世界、全球有200多间的电视媒体，当场见证来看到，比如说夫人对中华民国当局、甲美国，伊当时1946年1月10日的时阵。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地这片土地面顶，所发生的真大的一个代志，靠着这演讲的内容，让每一个听演讲的每一个观众在场的同心，包括其他的观众，会讲啦，体悟到讲，哦，原来当时1946年1月10日迄天。中华民国当局靠着行政命令截参制定的1297号训令，甲原来美国主要占领全国所占领的大日本帝国台湾，甲所有的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全部呐，甲改变做中华民国。这件代志非常大条，因为严重违反着。占领不依专属权，
这国际战争罪内底是，算讲是其中一条战争罪吼。因为台湾伊毋是国家，伊啥军事占领地，等于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区。哦，所以大家我甲所了解吼，你即下基本上你也有做笔记的是，会当先稍来甲写落来吼。即对台湾这片土地目前状况，来，同心你用个拿啥笔记吼？日本台湾不是挂牛区，是啥占领区？大日本台湾不是割让区，是什么？占领区。为战争法的占领法，战争法里面的占领法，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以下的结论，特别是对美国跟日本太平洋战争了后的台湾问题，美国所故意造成的模糊性的策略，有哪拨云见日的效果。第一，初级班的重点，占领不移转输权。再来啥？第二，占领军不得向当地居民实施哪征兵的制度。占领军不得向占领当地的居民实施什么征兵的制度。第三，被占领区的行政立法甲司法的体系爱啥继续的运作。第四，被占领区的居民有暂时效忠的原则。为什么？占领者的意志代表命令，代表法律。第五，被占领区的领土主权被主要占领权国所握有，也无移交予当地的平民政府。什么叫平民政府？就是战争法内底 civil government。因此呢，属于暂定的状态。是故被占领区的政治状态还未达到啥最后的状态。哦，所以现在政治台湾是啥临时的状况。哦，要交由台湾民政府安才有啥到达一个阶段。哦，第六，被占领区所管辖的军事政府体制要有正式宣告才结束。各位大家想看麦，美国政府也好，美国总统也好，自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之前，甲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甲目前为止，敢有全世界来宣告讲，伫台湾的军事政府的占领结束有无？无哦，所以这第六点非常的重要。第七，被占领区是属于啥？独立关税区。哦，这独立关税区这个名词哦，当时李登辉先生在做中华民国领导人的时阵，有向秘书长请教的，讲：哎，林先生，这个去参加 APEC WTO， 为什么叫做台澎金马关税领域？秘书长就甲李登辉先生解释讲，这就是战争法内底军事占领区属于啥独立关税领域。哦，独立关税领域，这就是战争法内底一个名词吼。过来第八，主要占领权的占领权国会当委托他国来执行啦代理占领的任务。哦，所以美国伫1945年九月初二，透过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指定蒋介石，哦，蒋介石委员长，对，蒋介石元帅，和伊个中国的占领区来搞啥？中国的战区，包括太平洋战区，中国战区搁搞啥？越南、太平洋战区一队、台湾、澎湖、新南群岛，代理美国来执行啥？代办占领的这个任务。美国并无把台湾甲澎湖、甲新南群岛的主权、所有权无交予啥中华民国，所以大家爱这点爱足清楚的。哦，唔是讲日华条约，哦，台湾澎湖已经交中华民国 ，no，
最主要的是要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开罗宣言，这阵啊电视顶哦，这一挂台独的一挂领导人透过讲啊，中国伊嘛是承认啊开罗宣言，其实开罗宣言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大概读法你就知，以啥为主？国际条约为主。开罗宣言是哪产生啥？去看到人厝内底种的苹果树，发出来的苹果，洗出来。那围墙啊边啊，水底水沟啊顶啊，面顶几啊粒苹果啊，为边啊过三个人的路边过经过，都靠底啊采啊，有诶男性讲诶，三粒水果吼，苹果，连你迄粒分互你，迄粒分互你，迄粒分互你，啊，迄粒分互我，会用诶无？袂用诶，为啥？迄粒，迄几粒苹果，伊源头伫底，苹果树。苹果树有主人无？有，主人是啥个？台湾平湖是啥个？日本天皇个。日本天皇凭啥拥有台湾甲平湖甲新南群岛的南海？因为啥？马关条约，哦，就是下关条约 （Shimonoseki Treaty, Treaty of Shimonoseki）， 哦，就是下关条约。哦，那美国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一个疑问讲？台湾发生什么状况、什么状态，拢逐项拢爱听美国的，包括流亡的中华民国，伊的领导人哦，伊什么人要做领导人？李登辉先生也好，还是陈水扁先生，甚至后来马英九先生、跟蔡英文小姐，流亡中华民国的殖民政权，伊要做领导人，伊拢爱登上美国总统的贺电。大家较用心的就了解，每一件拢有，甚至啥，大家印象足深刻的。陈水扁先生伊要做第二摆领导人时阵，有无？为着选调，迄张选举公报要打伫玻璃顶，一堆人啊，连前伊下骹的人啊，邱毅带，那第一对伫竞选的车顶叫大家冲。啊！迄张为着要打起，迄个一个黄先生，哦，要打起，打无一分钟，尔就去用拆落来。但是当时呐，美国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哦，夏新，又讲啥？透过官道甲陈水扁先生的幕僚讲，啊，你着其实哦，你动算的啥贺电，哦，总统已经伫放伫桌仔顶啊，你等啥？等你把那张相片，就是选举公报当选的拍起来，那张相片那贺电就来了，结果弄破大的没多久而已，有拍起来传过，结果啥？美国的总统的贺电就来了。哦，后来马英九先生做领导人也是有贺电，大家发现吗？蔡英文小姐当做是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有贺电吗？有没有贺电？有没有得到美国总统的贺电？没有，哦，所以就恶名有一点哦。今日这个题目，台湾发力，发力台湾，这就是咱三月七号，这所有同心去美国参加啦。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那个访美团吼，就是这同心吼。来，咱看一下迄个官网，哦，咱迄个中华民国甲美国控告的这个官司吼，咱的一个律师，台湾民政府的律师 Charles Cap， 哦，又有一个见证，哦，啊，咱看一下迄个公告，3月30号的公告，就是这個，哦，来，这可以放大，啊，咱有东西在改水哈。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nate on PCG. Right. So there were three reasons why they can cancel oral argument. Three. It's reason. It's one of the three. So one is they can cancel it if they think, and they told us which one of those three reasons. Mm-hmm. They said.
要三个人首先要停止这个口头辩论。They said that the court concludes on its own motion that oral argument would not assist the court in this case. Now, and that they will decide the case on the basis of the record and the presentations in the brief. And what that means is... He said, 法院认为说，我们所这个在这个简报里面所提供的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报告，没有在辩论的必要性。第一个原因。So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why they can cancel. One is because they believe the record and the briefs that we submitted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Okay. That's the best of the three reasons. Yeah.The other two were not good reasons, and they did not say that. One is the appeal is frivolous, has no merit, and that's not the reason that they canceled the oral argument. 他说第二个呢，并不是最主要，最主要是这个就可以涵盖一切。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所准备的那个简报里面的内容涵盖所有必须讲的，已经没有必要再用任何辩解。所以说就这个内容就可以把它删了，删掉。And the third reason they can cancel oral argument is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the questions being asked in the appeal are already settled. In other words, there's nothing for them to decide because another case, such as Lin 1, answered all the questions. 那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呢那个已经我们的他那个这个诉讼已经说明所有必须回答的事情已经说明好，所以说你也不需要再问什么，没有问的必要性，这三个人就可以把你否决掉，你不需要再做任何进一步的这个辩解。So in this case.Which means that kind of case is in our favor. I think it's in our favor. Okay. And it's in our favor because the other side did not get to respond to our reply brief. In other words, the way the appeal works is we file the opening brief, and then they respond, and then we file a reply brief. Like this is our reply brief. Mm-hmm. And so...In oral argument, the reason you want oral argument is on the other side, they would want oral argument to be able to respond to this orally. Because they don't get to do it in writing. Because there's three briefs. We get the opening, they get the response, and we get the reply, and that's it. 而且我们这是很公开出来的，就是说公开把所有的问题都公开出来了，然后我们又回复了，又回答了。就是这已经完整了，他已经没有任何必要性，已经没有他们的必要性。所以说这个判决是对我们是100%有利的。And do you have idea about that? Maybe, what is the kind of, the kind of judgment for the, for the final? I think the court, when they read the briefs.They saw an issue, perhaps a factual issue, that they want to send it back to the district court for a factual finding. In other words, if the Court of Appeals sees a legal issue, but they don't see the facts developed enough, you know, then they would send it back to the district court for further fact finding. But, you know, that kind of...Send back to the, the local court, right? They would send it back to the district court. District court. Yeah,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They might send it back and say, we want you to permit a discovery on certain issues. And then we would be able to serve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OSC government with discovery and take their depositions, you know, and develop a factual record. We could have a trial on certain issues.
So, so it would take a little bit of time. Yeah, it would take time. It would take time. But it would be, if they send it back to the district court, that would be a huge victory. Because that means you're not dismissed on the political question. You see, I was fearful, like in the Lin 1 case, that we wouldn't get past the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 I think we have a, because courts don't decide political questions. But yeah, I don't believe that this is a political question. That's the argument. That's the argument. But because we, 他送回来这个地区哈，这个地区那个法院哈，地区法院他是不能决定这种政治性的议题，这点是。哦，杨平阿姐，最主要是啥？咱控告所诉讼传的这些资料，加这些证据，这些非常充分。律师团讲，这是一个真有力的、有力的一个证明。所以，美国联邦的法院哦，最高法院为啥撤销这个辩论庭？原因伫遮，因为足正确的物件。法律有时我要搁辩论无？法律就是法律，还搁爱辩论无？唔免啊，对吧？国际条约也好，法律也好，无需要辩论。唔对就是唔对，犯罪就是犯罪，就是爱啊负责法律的责任。哦，所以中华民国当局也好，美国政府也好，就讲啊爱担负着这个法律的责任。哦，所以。基本上这原文内容，伫即摆吼发行的这个《台湾最终地位》第四本内底全部啊原文，哦原文内容，各位同仁你也有兴趣，会用去请来看吼。好，来今日主题台湾法律，法律台湾。这台湾法律就是新台湾论上下册，包括台湾最终地位，包括台湾战争史回顾，哦，这些内容拢是台湾法律的内容。依据啥国际法律？哦，咱追求的目标在厝，搁大家做复习哦，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哦，他是一开始告诉大家讲，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依据啥马关条约、下关条约。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啥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哦？法律台湾啥依据法律哦？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台湾民政府主要的单位，授权的单位啥？美国军事政府哦，国安参谋联席会也该在啥？台湾民政府哦。好，这张是不是咱的身份证？是的，请举手。不是的，请举手。不知道，请举手。来，我再问一次，大家有稍等答吼。这是不是咱的身份证？是的，请举手。不是的，请举手。不知道，请举手。OK， 这张是无？不是的，你看面顶写啥？各位，咱问看嘛，咱家己，咱是不是中国人？是啊，不是？是吗？不是啊！哎，本一张要创啊！我顶届伫顶礼拜伫高级班向大家做说明，那像一个保全公司为着管理规个社区，规社区的人是毋是保全公司的人？是无？不是呢。但是社区进进出出的人为着要识别，分互你这个识别证啊。爱有理解哦，正讲属于咱的是哪？咱爱根据法律的证明文件证明咱本分，我们的名分，咱是上。哦，唔是讲哎，这全部位于包包起来，全部拢伊的。头一开始嘛，大家讲，台日本台湾唔是割让区，是啥？占领区。台湾个朋友并无挂牛上中华民国呢。因为现在发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你现在是啥？国民身份证。大家上过《公民与道德》，大家知啊？伊甲咱讲啥？
公民才可以参政。我们是不是公民？不是呢，发国民身份证呢，结果大家都去投票，啊，算了啦，那些都不是我们自己人。当然大家都说爱台湾啊，习近平也爱台湾，伊斯兰呢，那个ISIS 有那些恐怖分子，他也爱台湾啊。哦，谁爱台湾，都说得出来，爱你的钱啦。哦，伊敢有对台湾做任何建设？无，一条路，乌几啊遍，乌袂好。一年到伊七个全台湾七个拢啦，哪像工地咧，拢遐连哩起啥，连哩乌啥。连你线无起好，连你迄个电话条安怎，规路拢乌啊，坎坎坷坷。像咱参像住伫公寮内底，吼、哦，哎为啥？有做工程才有钱要摕，有工程配合款。啊，伊敢有用心要经营台湾？无。咱回想看卖，台湾总督府第二次世界大战伫台湾所留落来建设，甲即马阁伫地呢。包括遐哦，桥呀、桥梁、桥墩，甲即马阁伫地哦，真济啊！甚至啦，我伫网络上有看一板桥伫嘉义面顶啦，迄路桥做伫面顶，结果台湾总督府所做个桥，阁好好伫下骹，即马阁伫地。台北市个中山桥下骹。有一班桥叫做明治桥，就是台湾神社的迄个明治桥，在以前圆山游乐园内底，儿童乐园，圆山游乐儿童乐园边啊。迄后来啥，叫马英九先生动，在做台北市长的时候，甲拆掉，切做一块一块，放在圆山游乐园边啊，一块一块用布棚啊盖起来，明治桥诶。占领地面顶的行政立法司法正常过来运行，面顶原来共拆起来，就爱共起倒转去无？爱共起倒转去无？爱呢？毋是讲规个占的拢伊的，啊要共改安怎改安怎袂用的，不行的吼、哦。这身份证大家要记得吼、哦，当然咱毋是摕一个，尤其啥，我们又不是陈小林哦。而且这所在空起来。各位，你也有好奇，你也厝诶有一张诶，你也现到后壁遮，即有一个流水编号，用刻诶，蒙粗粗，头前两码三码写000，也是00，迄就中国人，哦，迄就做暗号啊，哦，所以因摕身份证也是健保卡去申请福利，伊就一看就知啊，你赶快家己人，中国人，哦，所以你就会包括。银行一寡优惠利率也得提供予你，但是咱嘞分啊清清楚楚，0102，看啊，迄都毋是伊啥，迄是台湾人，哦，所以就无啊。这法律未改，复习一下吼。主权法则依这做根据，衍生出来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伊。主权法、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所订立的国际条约，哦，每一国爱啥比宪法搁较完善吼，所以啊爱遵守，吼、哦，下骹这啊遵守面顶的、哦，所以宣言上面宣言遮拢啊无啥法律的位阶，吼、哦，所以国际条约，哦，主权法、万国公法，这拢是啥世界要共同遵守，美国宪法、英国宪法。同款拢爱遵守遮，每一个拢同款吼。来，咱看到166吼，台湾战争史回顾为166吼。好，一开始咱周班长伫遮甲大家分享诶，遮个领中华民国当局所予因诶福利18%，甚至即马讲啊上街路咧抗议讲。啊！迄一旧个警察退休啊，向即马现任的警员甲讲，啊，我着一个月着30000，要出去佚佗，哪有够？各位，迄是安尼是真过分吼！来，咱看卖啊，归属中国人的台湾人则啥，则有18%，
令本土的人头壳疼，嘛无法度哦。流亡中华民国伫占领地台湾科技院的全序部，伫2010年10月21日哦，10月21号公告，考试院于2010年7月间，其私设立法院第一次临时会通过提案，退休公务人员优惠存款18%的利率，将自2010年起哦实施全面期间制，换句话说，一直宣布自2012年起将恢复军公教人员收买民心的18%优惠存款利率。该流亡考试院流亡中国人院长关中回应华南的舆论时，情急之下竟然展露在台中国人 Chinese on Taiwan 68年来始终如一的吃定台湾的真正心态。坦白说，虽然不动听，但是不失为在台中国人的真言。大家各位记得吼，有一个陈先生伫中国国民党伊内底会议，话甲真大声。我们大家可以 A 的，可以吃的，尽量把这个政府拉倒，好不好？啊，下骹是咪大家破甲破甲声啊大大的哦。这個、短片我这边来吹出来，哦，我有存起来，就是啥，大家去和你见证。真正是伫在台湾遮流亡的中国人，目前拢有这個心态啦。我来，我就是甲你食食你食狗狗哦。咱想看卖，伫西藏流亡的，诶，伫印度流亡的西藏的人，流亡的西藏人在印度，他会不会这样子？袂呢，甚至每一年个啥，爱交租金予印度的政府呢？咱想看嘛，对照一下，你看伊那有足下摆无？真下摆吼！来，第一，代表流亡中国人的台湾公务人员不等于一般人，可以寄生在台湾人头上。二，参加甲等特考，只要你考得上，国家就鼓励你。吼、哦，来往上，缅甸吼，你要看。这位流亡中国人后裔的关中所言甚是，公务人员不等于一般人。在台湾迈向地位正常化过程中，台湾民政府应是台湾美国的军政府辖下，负责治理被占领方法理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权的一个权益机构。原来是为战争法法理的中国籍在台的中国人和法理无国籍的本土台湾人是毫无关系。哦，任职在占领地台湾的流亡中华民国军公教系统的公务人员，无论其出身背景是怎么样，法理上是等同宣誓效忠中华民国的正式中华民国国民，所以本职为法理中国籍而为正式流亡中华民国国民的公务人员，其身份当然不是美国高等法院所判决的台湾人的无国籍人士，也不等于本职为法理无国籍的人士，视为非正式中华民国国民的一般人。公务员考试是依照中国36省区分，台湾只是其中一省，因此公务人员资格考试录取率只有什么3%，就是36分之1，甚至更低，更低哈。只要能考取公务人员，就能礼遇龙门，礼乐龙门，成为中华民国的选民 （chosen people）。哦，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就会拿台湾人的钱，以18%优惠利率收买你，让你忘记你是谁，让你甘心投降中国。往上，世界人权宣言架构内，原本法理无国籍的本土台湾人，经过遴选而成为中华民国军公教公务人员者，并无法规划国际社会认知中不存在的中华民国，只可视为是依自愿意愿合法原则效忠中华民国，转换成占领方。因此，除愿改效忠台湾民政府者外，已不再是台湾民政府服务对象。
台湾民政府并无立场，也无必要拯救这些已成为正式中华民国国民为荣、得以享特权利益的本土台湾人。由此看来，中华民国公务人员必得是正式的中华民国国民，法理而言应无争议。社会福利独厚、军公教人员事实，完全足以证明被遴选为正式中华民国国民者，已是属于占领方，当然可享有中华民国政府提供之各种特权利益。因此，被占领方本土台湾人凡任职中华民国军公教系统者，应被视为效忠中华民国之正式中华民国国民，不再是无国籍的本土台湾人。安有清楚无？你去做本土台湾人，包括即马蔡英文，伊宣誓变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流亡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他现在的身份是不是无国籍的本土台湾人？不是的，不是啊。我会记我演讲时，我曾经甲家己讲，蔡英文是啥物人？本土台湾人嘛。他没有拿出证明，而且如果有的话，他还不是本土台湾人了，他是什么？中华民国的国民，任职啊，效忠啊。所以呢，大家给有看到新闻无？朴槿惠有这样来关对吧？有没有？朴槿惠是这样来关，今仔日的新闻有无？哦，所以大家知哈。结合占领兼流亡的中国殖民政权，在占领地向被占领方人民征税，也是移转被占领方人民的天赋不可移转之国民纳税义务，是严重违反战争法跟万国公法。占领地的人民跟征税，这个是违反什么？战争法跟万国公法。哦，答案我清楚哈，这篇用大家来做说明哈。依战争法的实例来说明，哦，这段英译哈，也看到有翻译。事实上，早在1847年时，身为宪法上陆军及海军总指挥官之总统，授权给在 Upper California 之陆军及海军指挥官行使征服者之交战国权力，已在被征服国设立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及课征进口税及盾计税之军事捐，哦，维持在所征服占领地之政府及军队作业。哦，红色看到哈，无论是英国1814年间占领美国缅因州时期，或者是美国1847年间占领墨西哥，哦 ，Upper California 时，甚或美国于1945年占领日本琉球后，在1950年间，都只是在占领地设立海关，课征进口税为军事捐，并无向占领地人民课征税的法源。好，往上。中国占领当局在日本台湾占领地，除了设立海关课征进口税外，美国征服者纵容下违反万国公法，向被占领方的本土台湾人征税，不只是维持中国流亡政府运作，也提供包括军公教人员等在台中国人特权利益的裁员。请问本土台湾人有无勇气呛说这是不公不义的行为？台湾这嘛这状况吼，大家爱清楚哦。咱甲伊爱名分爱分哦清楚，伊是占领方，咱是伫战争法内底，咱是去用军事政务占领，伊是征服者，咱是被征服者，伊向咱征税，征的税佫提供给军公教。我接下来引起运用，延续流亡政府的运作，
哦，这是不公义的行为哈、哦。中华台北政权在舆论一片反对声中，倒行逆施，强行通过恢复实施18%优惠存款利率法案，这种五日惊兆心态当然有争议。合理推论，台民政府开始诉求台湾地位正常化后，在台中国人和领取18%台湾人势必因为有好处而支持或跟提供18%的 Chinese Taipei 政府行动。台民政府虽无提供18%优惠存款利率，将会追究中国占领当局违反万国公法向本土台湾人征税而图利，包括军公教人员的流亡集团、哦、中国占领当局将因美国的赴台无法度过百年、哦、这基本上这是标准一地台湾战争史回顾166篇的一个发表、哦、好，先到这里，谢谢。双、哦、重台湾的疑惑，来想问，刚出去开始讲法理台湾，啊，现在又讲政治台湾，那你疑惑的对，政治台湾跟法理台湾，哦，双重台湾的一个疑惑哈，来咱看一下。2010年的10月11号，路透社的记者在越南河内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哦，和中国国防部梁光烈举行30分钟的会谈，对媒体记者来称呼。事实上，美国国防部不会做有关台湾军售的决定。基本上，台湾军售是由国会和政治领袖们做的政治决定。哦，第二个，为何军事关系会被本质上是政治决定的台湾军售所挟持？在我看来是奇怪的事情，我认为是不应该的。如果要做决定，这乃是什么政治的层次？是法理层次？不是哦，政治的层次哦。好，美国你军售中国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政治的决定，美国你和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军事关系也是另一个政治决定。所有的政治决定之间都是由矛盾而导致要挟，其实并不奇怪。至于有媒体将盖茨的发言台湾军售本来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决定，或诠释成台湾未来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决定，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形极其严重的误解，有必要予以严肃的纠正。哦，就那用法律给他纠正哦。台湾军售方面，美国国防部依美国国会片面制定而自我约拘束的台湾关系法，将武器授给台湾关系法定义下本质为中国殖民政权 Chinese on Taiwan 的台湾治理当局的海牙法院更加把它的定义对上台湾 Authority of 什么 China、哦、为中国来台湾的地理当局、哦、台湾 Authority of China，基本上是美国政府依其和中华台北当局，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台湾中间因代理事实成立的政治关系所做的政治决定。事实上呢，有没有跟法理台湾未来地位有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好，政治台湾跟法理台湾无关系。在台湾地位方面，美国国防部依战争法和台湾民政府及法理台湾间的事实是存在什么法理的关系？咱跟美国是法理的关系，就是战争法里面征服者跟被征服者、占领者跟被占领者，咱是被占领地的人民所组成的 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事政府、台湾平民政府，意思上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军政府、哦、美国军政府下来什么台湾民政府，中间一个单位叫什么国安参谋联席会，秘书长是台湾民政府国安参谋联席会秘书长、执行长、哦、所以这个职称大家记得、哦、基于美国单独征服日本得以占领日本台湾的事实，美国依国际法本来就有承担及履行保护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其生命和财产的义务，这就是政见话里面说的。古初政府占领占领地的时阵，伊爱保护占领地的人民生命加啥生活的幸福，哦，爱保障伊的
安全，哦，这是战争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哦，无需另行制定任何涉及政治层次的台湾关系法。所以等于说美国的占领军他只要占领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落实，哦，这才是正确的，是说用台湾关系法来取代，哦，因为啥军售，军售是啥，美国一列一个菜单 make available 给哪所有的人来立钱，啊哪中华民国当局，哦哪用武器，啊大家足奇怪啊，即马军售的一寡高科技的一寡设备武器，大概想看卖吼，像 F-22放伫对关岛，放伫关岛，有放伫台湾无？拢为关岛飞来，啊！你出钱，放伫对关岛。啊 ，F-22想开的，美国人开的，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吼，哦。来，美国政府对所谓台湾军售是依和政治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为政治层次所做的政治决定，拢是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是什么黑暗？不是政治黑暗。政治是什么意思？管理众人的事叫做政治。哦，不是说，欸，我不要插政治。No。有拿水钱哦，拿电钱，那都是整家口啊，管理整家口的事情，那就是政治啊。哦，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务。哦，相对的，美国政府对台湾未来必然是一和法理台湾的法理关系定位为法理层次做的法理决定，哦，美国对政治台湾的军售是基于美国利益的政治考量，而对法理台湾未来是基于美国利益的法理考量，哦，两个跟政治考量是风马牛，哦，不相及，不能混为一谈。美国的第七舰队核心，哦，对对，日本的横须贺，美国的海军基地，哦，美国第七舰队在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哦，都总有图高张，我让大家来看一下，哦，这是横须贺基地的相片，哦，这是卫星图，哦，横须贺在这所在，哦，横须贺乔治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首次进入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哦，水兵们在甲板上拼出日语 Hachime Maste 字样，哦，在这边 Hachime Maste 头一次见面，初次见面，哦，就一般请多多指教，第一次见面，哦，来，这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指挥舰蓝领号，哦，返回横须贺的基地。这是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返回母港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洛杉矶级攻击型核子潜艇哥伦布号，哦，进入波位，就是这个，哦，潜水艇。咱来讲个清楚吼，哦，这就是政治台湾。这就是法理台湾，哦，他要讲双重台湾的疑虑，一张图告诉大家，法理做间隔，依据国际法理把它分得清楚，哦，这个是流亡中华民国，也就是中国殖民政权 China 的接收在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来自中国的台湾当局，哦，OK， 再来咱爱回来回顾啥？法治台湾，法治台湾就是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哦，高于美国宪法国际条约来行事，所以美国爱啥？亲属、军属、监护的占领，军事、军事占领，哦，当然占领区它可以什么？请其他的代理者来代办占领的事务。但是最主要，他还是要亲自 handle 整个占领区的事情。哦，台湾现在目前是什么？国际人权的这个案件，哦，法理台湾要把它解决了，台湾才能什么？国际地位正常化。
哦，正常。以下是台湾民政府宣布的四项中华民国当局所犯的罪嫌，属于啥？国际法律内底战争罪。第一，宣布1945年10月25日为啥？台湾光复节。即天叫做啥？伫战争法内底叫做交战国军事政府的占领日。哦，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哦，即日是美国透过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指定蒋介石派着伊的中国占领军来台湾代办军事占领的代志，并无把台湾澎湖的主权交予中华民国，或者是交予蒋介石。哦，所以重点伫遮，所以伊宣布当光复节，是毋是犯罪？犯罪。那参像讲这物件，某咪人暂时予你保管，结果伊呾第一裤底个，第一衫底个，你知呾炸倒个厝个，个个无甲主人讲，安尼是毋是偷摕？正讲叫偷摕。哦，因历史员讲，甲咱讲，士兵告咱讲，日本窃据台湾 ，no。蒋介石窃据台湾，这是事实。当然有参加战争无？有战争啊，战败。咱是日本单人战败。咱的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向盟军，也就是美国总统宣布啦投降。哦，啊投降啦，投降就失去啊，哪有光复？战败哪有光复？哦，所以这讲好是谁讲的？蒋介石，中国的占领军宣布的，违法，国际战争法，包括万国公法。第二，在1946年1月12日宣布，台湾人集体规划做啥？中华民国的国籍。大家想看卖，全世界甲美国战争的国家，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伊拉克跟阿富汗的人有因为美国的战争战败变成啥美国人无？有得到美国的国籍无？无。伊拉克同款嘛，伊拉克，阿富汗同款，阿富汗。袂用讲因为你战赢，人请你来代办占领的事情，你就用个甲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地的日本单人全部。集体规划做中华民国国籍，这是违反战争法。第三，在1949年12月开始，对台湾偏远地区的男性实施啦强制征兵的制度。一开始，当初用大家讲，大日本台湾这土地面顶，伊是占领区，唔是挂牛区，是占领区，不是割让区。所以占领区呢？这上面所有的人不得已什么被占领军征兵，你占领军占领这个所在，你不能对占领区的人征兵，这是违反战争法咯。哦 ，OK。第四，公然抢夺日本台湾国产以及啥人民的土地，当作中国国民党私产甲个人的财产。即马，这中华民国的当局。ROC 吼，伊即下蔡英文小姐当作领导人，也应该透过种所谓讲讨党产，甲揢起来，甲囥喺中华民国的财库内底，甚至囥喺党产内底，民主进步党的党产内底，可不可以？不行。处理党产的事情，中华民国他没有这个权责，除非美国有授权哦。中华民国当时公然抢夺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的国产跟人民的土地，当作中国国民党的私产跟个人财产，这个事情没有授权的事情不能做哦，所以这件代志有问题哦，所以有犯罪哦。哦，对，这个1946年1月12日，强行将台湾的住民改为中华民国国籍的证据伫遮。哦，这就是
当时1946年1月12日，哦，节参制定01297号训令，迄单位发行的上中华民国当局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大家想讲这是对一个单位，陈仪有无？有印象吗？但是这个奇怪的是啥呢？它就是台湾民政府，专名叫啥？台湾澎湖列岛中国民政府。但是伊无用正式的名，伊叫啥？台湾省行政长官是，也就是后来2018发生了，改制做啥？台湾省政府。哦，所以啊，另外一个单位是啥？警备总司令部、警备总司令部。哦，同款成语，大家知影嘛？迄真歹对吧？啊，怎啊无听会掠去？人间蒸发，白色恐怖。哦，所以。这是民政府，哦，台湾澎湖列岛中国民政府，警备总司令部嘞，台湾澎湖列岛中国军政府，哦，所以两个，伊内底写啥内容？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已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之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1934年10月25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除分令外，另即令养之照。此令，哦，这来对文件的内容，哦，会用安尼无？啊，即行政命令啊，全部拢规划。国籍的取得，大家爱记得有三项原则：自愿、意愿、甲合法；主观、意愿、合法。这有合法无？无合法，而且严重违反国际战争法，触犯战争罪，占领不移转主权。军属政府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这初级班重要的重点。过来第二点，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所以中华民国流亡了，流亡在大日本帝国台湾的台北市，可不可以就地合法在台湾成立台湾，或者是以？台湾的名义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成为一个台湾国，可不可以？不行，这个叫中国台独。现在在街头压旗的台湾民族独立，这就是中国的台独。流亡的中国人，他要来台湾，流亡在这儿，照着中华民国的流亡体制，要把台湾这个土地占为自己所有，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叫做台湾国，鼓吹啥台湾独立，这是违反战争罪甲办国公法。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中国式的台独在台湾目前还在什么运行？所以大家来记得，2006年，美国的副国务卿佐利克 （Zolik） 已经讲过了：独立代表战争 （Independence makes war）。这土地保有台湾所有权以上，日本天皇在各位你的正手边，哦，还有两张相片来咱看一下吼。那些迄边每一周的周办公室、甲军的办公室，拢有这面图，面顶会写啥？日食、日数。正手边迄边彩色的，咱看到美国总统手握着圣经宣誓。迄边写啥？美战。咱看到日数甲美战这两面图的时阵，两面相片的时阵，大家爱想起着台湾民政府的主张第一条。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律，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这两面图都爱。记起来吼，啊，咱遵守的啥？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头先咱咧了解到法律为界时，主权法、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马关条约啥？国际条约，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同款。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这属实，所有权中，伊就是伫个。日本天皇的手里面，谁都拿不走。
就算是日本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向盟军、向美国总统投降啊，伊的所有权犹原搁在伊的手内底，并无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生效，甚至是后来台北条约的关系，甲台湾平和的所有权交予中华民国，完全无，嘛无交予美国。所以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这句话，大家呐斟酌用心去体会，为啥叫做保有？啥物叫做保有台湾所有权？就是足安全，有原是搁伫日本天皇的手内底，啥拢摕袂走。哦，所以台湾的所有权是啥呀？日本天皇呀。所以，比如像时常甲咱提醒，咱心目中永远爱藏着一个人。迄人是啥？阿那达，唔是啊，日本天皇。当然，阿那达是咱心爱，包括咱爸母、咱亲人，咱爱用爱。但是，咱会记得，咱头壳顶顶着天，就是上帝，就是自然的主宰。咱脚踏的上个土地，日本天皇的土地。所以呐，爱感恩。包括各位，你今日来遮上课，遮场地。设施包括这桌椅啊，包括咱食的，上提供的游先生，咱伫遮住三工两暝，食十顿，爱讲白食白啉无？袂用的哦，同款像住民宿，咱去外口住民宿，三工两暝食十顿，超爱开偌济？咱想看卖得好啊。所以来咱遮来遮爱啥？要有一个观念。水月园农场不是我们的，不是台湾民政府的。我们在这里要什么？使用者付费。我们当地只要人白吃白啉，大概这观念要出来哦。哦，我们那个叫台湾民政府啊，所以叫怎么弄？台湾民政府，我们在这边吃，理所当然不要付钱。No， 包括我搞的咖啡啊，大概嘛这样，还可以投钱哦。咖啡我们还是要那个啊。哦，我们讲哎，无啊这样。讲交开啊，袂用的哦，不行哦。没有授权的事情不要做，没有授权的东西不要拿，较袂拿犯罪哦。所以法律达人尤其要重视这点哦。OK， 中国的大法官公开承认台湾人民为啥？大日本帝国国籍的日本人，这个、日本国籍大家记得哦，是原先大日本帝国 Emperor of Japan， 唔是今嘛。和平宪法架构下的日本无同款哦。哦，我高级班有上过，咱阁复习一下两。咱在座的咱高级班上过，有一个印象。哦，刚才有大家讲过讲，即卖日本政府伊所使用的宪法，就是经由原来大日本帝国的宪法麦克阿瑟甲改第四条甲第九条，变做啥一部新的和平宪法。这个、和平宪法也政体就是现在日本政府，日本政府的性质以上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哦，这观念有跟战争法里面民政府有同款吗？同款，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至二十七条里面并无对日本天皇做任何的处分，伊只是讲把日本天皇管理国家的权限。加啥？交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做管理。哦，所以这点也会记得吼。所以讲，日本帝国就即卖日本的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由现在的日本政府的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管理。那北方四岛、独岛、Okinawa， 还有什么台湾、澎湖、新南群岛，谁的？日本天皇的。要等什么？的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哦，所以爱给的哦。北方四岛谁有权利去把它要回来？台湾民政府，哦，因为咱伫日本天皇大日本帝国的架构下，哦，所以一点要记得。哦，现在安倍去甲普丁偷北方四岛，偷会当来无？普丁还不愿意咧，伊讲我两粒豆先哦，你很小，几塞，哦，很小的土地。各位，这个错误上翻过一下，江泽民，苏联当时甲中国
北边的土地有甲占领，结果江泽民去中到苏俄的计，伊讲行你一半，结果真正甲接受啊，啊，剩的咧损失一半。原先属于你的土地，法律上本来就是占领者占据，都要还给原来的主权所有者，哎，还给伊。别人讲啊，我还一半，啊好，我提袂当啊，我提一半嘛好 ，no。属于你的，伫法律上都是要提当的。但是啦，安倍会用去讨北方四岛，不行，因为伫和平宪法的架构下，不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架构下，所以有几项诶。重点、哦、大法官解释文的3078号解释的1946年1月25号，哎，记得无？台湾还是咪1月12号？1月25号的时阵，吼、哦，这个 Dr. Paul Mass， 吼、哦，这就是秘书长的朋友，吼、哦，提供这资料，甲大家做说明，哦，这个、大法官伊讲，吼、哦，犯罪主体原不依本国。这个、本国是啥？本国人民为汉，但是呢，台湾人民伫，伊讲台湾共和国，其实咪台湾共和国，白纸黑字，拄啊俩包，哦，怎么可以讲台湾光复？台湾是什么？军事占领地，不是割让区，哦，所以应该写啥？交战国军事占领日，也就是1945年10月25日之前。已经取得大日本帝国 Emperor of Japan 的国籍 nationality、哦、所以应受国际法上的处置哦，美英公用中华民国的法来处置占领地人民，美英哦，然后开启大日本台湾占领地占领区的行政、立法、司法一样要照原来的体制来运行。哦、不能给人家改掉。哦、尤其个啥，国家占领地人民的国籍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No， 人已经有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啊。世界人权宣言第15条嘛讲，每一个人拢爱有国籍，每一个人的国籍，伊改变啊，甚至是伊的透过合法，你拢袂用来否定。哦，别人讲啊，自愿意愿合法，他已经取得了，然后你否定他改变国籍的权利也不行。OK， 这张就是日本帝国的大皇帝，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的所有权状，就是这张约。这约非常重要。哦，大清帝国大皇帝加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为和平所订立的合约叫做啥？下关条约，但是中国人听无，所以叫做马关条约。一个名叫做 Shimonoseki Treaty， Treaty of Shimonoseki， Shimonoseki 翻出来的名字叫做啥？下关、哦、所以叫做下关条约。第一条 A 哈、哦，伊就讲到奉天，奉天就是清帝国的发起地哦，等于讲万国公法对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所以后来1895年11月份哦。日本天皇就颁布了就是归还的诏书哦，把这个所在呢，在1895年11月就是在北京签订辽南的协议，把辽东半岛挂献给上清帝国的皇帝，到皇帝到登的皇帝哦，因为这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清帝国因为不了解，所以下用把挂牛给日本天皇，但是日本天皇遵照万国公法、哦、包括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也是遵照万国公法，所以奉天呢后来啦献给清帝国哦，初地是啥？台湾跟平湖列岛哦，所以咱这個重点，咱新台湾论内底上册跟下册大概给哦，尖阁群岛离日本足近呢，啊，为啥是属于台湾这边的？与那国岛。离台湾较近，结果是属于日本那边的。为什么？各位，你今天来上课，你无空手回去。刚才跟你讲，因为大陆棚就是咱就要看到海水，这海水抽干了后，陆地连做伙，尖阁群岛跟台湾是连做伙，
与那国岛甲日本是连做伙，两个大陆棚，哦，即安尼像安尼，哦，这是尖阁群岛啊，即台湾，啊，迄边咧与那国岛甲日本，所以与那国岛是日本的，尖阁群岛是属于台湾的，哦，所以大家记得吼、哦、，OK， 重点是这样。天皇的主权，吼、哦，建立完整的台湾的主权是啥？日本天皇，哦，1895年马关条约、下关条约，日本天皇拥有台湾。1905年至1915年，开十冬的时间来征服，哦，就透过战争方式 conquest， 哦，向这个中央山脉东边的高沙，哦，伊在传统领域上进行了收服啦，甲征服。哦、所以包也封作哦，那具有高沙的民族吼，即、哦、传播、哦、所以高沙有哪旅游条款，原因伫遮吼，伫、哦、台湾基本法底都有哦。原因就是讲，他有皇族的血脉，目前有几个人高沙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到目前为止，剩偌济人？50万人，而且搁咧减少，所以当然啊。好啊，保护哦，保有因的文化，包括人口。啊，那拜台民政府来进行啥？对高沙、高沙族要特别的留意他们的发展，因为他们现在一直在减少、减少，那是一个危机哦。大家要给的，尤其啥，他的母语也在消失哦。啊，平埔来讲，希腊雅的语文还好，还要保留着哦。OK。日本天皇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是伫当时1915年，这是万国公法的 SOP 的正常的流程。取得完整主权的建构了，伫1937年皇民化。什么叫皇民化？教育、上课，教每一个人看有日本字、听有日本话、会晓写日本。哦，这是教育。教育伊的名词叫啥？皇民化。像当时北海道爱奴族，哦，伊多啊，当时纳入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建立完整主权的时候，日本天皇赶快是叫万国公法 SOP 后，北海道的居民爱奴族变成啥？日本天皇的臣民，哦，所以赶快呢，这个程序哦。第1945年4月1号，就是明仔，行宪纪念日，各位爱记得哦。明仔载是法理台湾人的行宪纪念日，法理台湾人的行宪纪念日，大家记得哦，大日子哦，唔是讲4月1号啦，愚人节。各位，愚人节是对一个国家咧过，法国人，各位我问各位，包括镜头头前诶本土单人，你是法国人的请举手，不是的请举手，谢谢，请放下。我们都不是法国人，那为什么要过法国的愚人节？哦，这有很大的问题。啊，其实我明仔载泼水节，我们全世界改成泼水节。哦，那个是地方国际间地方的一个庆典节日，并不代表我们的节日啊。哦，我们节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的新会计年度就是4月1号，学校的开学。4月1号，新员工的就职日，新公司的成立日，4月1号。哦，甚至秘书长跟秘书长夫人的结婚纪念日，4月1号。哦，都很清楚，大家记得，4月1号是重要的日子，尤其是什么行宪纪念日。当然，后摆国际地位正常化了，有需要搁制宪无？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要不要制宪？要不要？不需要。已经有宪法啊！日本天皇已经颁布行宪诏书，伫昭和20年的4月7日，甲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实施伫台湾，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岛属面顶，已经实施啊！已经有宪法了，还要制宪吗？这些中国台独其实很简单，他们的眼睛放在口袋里面，不长眼。看好清楚，认好清，看好明。台湾这片土地已经有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了，所以要制定啥？
台湾基本法就好了，不用制定宪法，因为我们有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哦 ，OK。再过七天，过过一礼拜，就是啥宣布宣判的纪念日。2009年4月7号，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巡回法官 Brown 的判决，看好清楚哦，五项的结论。来，第一，本土单人无国籍，这有包括中华民国18%的军公教，不包括，他有讲啊，哦，过来。本土台南无国际承认的政府，所以中华民国是不是政府？不是 ，no。本土台南仍然处于啥政治的后中，所以足侪戆呆头壳未清楚的，搁去参加啥流亡中华民国的选举，平民要选啥啊？县市长哦，选立委，选民意代表，迄种上个代志，迄条线迄边中国的内政，各位你也要。听好清楚哦，即个无了解的人，伊也要做中国人，伊就去参加中国的选举。哦，所以大家要认得清，了解咱家己是啥物人，咱的名分哦，唔通甲别人的代志当做家己的代志。哦，别个国家，咱得了解全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涉他国的内政。大家就知影讲，咱厝边头尾，咱。隔壁的翁仔某咧冤家，大细声，人个是大人咧教囡仔，咱用个走去人厝内底亲门大户讲，我嘛要来插，会用个无？计衰。所以中华民国体制内底个政治人物，咱莫家己戆戆，家己行个干嘛内底，关伫个内底，吼，唔通去参加啦，是啥？假的民主。假的民主啊！中国国民党，咱就知影是外来政权，民进党诶，爱台湾，爱一颗头啦，爱台湾。伊民进党全名叫啥？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伊诶党章诶第一条，台湾是独立诶主权独立诶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这第一章诶。东江是上下来，林卓水下来，所以整个民进党、民主进步党就是效忠中华民国，所以没有中华民国，民进党会死。哎，我了解哦，无中华民国，民进党会死啦。哎，我了解哦，足清楚的，没有中华民国，民进党就完了，哎，就足清楚啊。时代力量诶，中华民国。台湾独立联盟的中华民国，同款拢是中华民国迄个框架内底，伊只要登记伫流亡中华民国即个体制内底，效忠中华民国，登记伫中华民国任何政党组织，拢是属于政治联合。所以干嘛内底代志，每一个正常人，你的衫穿穿的，鞋啊穿穿的，讲我要去监狱，我要去关在里面，会无？没啊。但是拄着选举，我头壳袂清楚啊，拢甲走喺内底，关喺内底，啊，这个话海丹人拢无正常。哦，第四，台湾仍然伫啥美军的军事政府的占领当中。哦，这第四点非常重要。第五，美国的司法部要求美国的行政单位应该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哦，所以今年三月七号新政，咱就看啥。美国的副总统跟我们台民政府的官员参叙，哦，咱看一下官网。好，这个，来往上，好，来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标题，我们看一下标题上面标题，哦，美国副总统跟台民政府的参会，哈，来 ，OK， 那点一下。在美国总统、副总统和美国副总统同时，台湾是啊 ，very good，very nice。Vice President，quick selfie for the girlfriend。
I know. I still don't think I got it. I am Kwame Dingjie. Hey, how are you, Jared? 要有一个 PowerPoint， 我们倒退一下，看清楚上面写什么。来，再往前一点，我们看上面投影片。你刚刚感官有投影片哈，来看上面，还没有看到全貌。再往前一点，再往前，再往前一点，往前。好，再往前一点。好，看一下。稍微放一下。Hey, how are you, Jared? Good. 往前面一点好了，前面一点放，应该会比较清楚。Very good. Vice President, quick selfie for the girlfriend. 好听。来，看到这里哈 ，Vic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三艺术。美国的副总统就是 President 头前有加个什么 VICE 哦，这是 PowerPoint。美国的副总统的参会致辞，这个就是彭斯。哦 ，OK， 好，继续。我们看到下。No, I know. I still don't think I got it. 我们看到那个回到刚刚一开始那里照片，我们看一下上一个。好，来往上移，不下。来看写真，我看一下哈，然后点照片，不是上面这个，这 Frigger 看得到吗？相片，这里面的相片，看下面好了，往下。里面有170张的相片哦，来继续往，好来，很快看过，好，各位你可以上台湾民政府官网去看哦，进去要挂识别证哦，还有你看看上面还要什么安检，好安检是什么？看金属探测器，来往上，来慢慢看哦，进去哦。就是那个六个州的参众议长都有参加哈，好，还有来往上，这是简介，好 ，OK， 这是那个参会的一个现场，好，往上，好，那第二页，来往上哈，来看一下，好，继续。好 ，OK， 往上。好，来看到这里，来，好，这是美国副总统。好 ，OK， 好，那我们回到官网，来 ，OK， 往上，上移。好，这样子，谢谢。我们回到 PowerPoint 哈。OK 了哦。这一张才是真正属于占领区台湾人的身份证哦，就是台湾政府身份证。这个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代表旗哦，这个呢，台湾民政府的旗哦。我们看到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代表旗上面。这个什么，我们都可常常在那个美国军机或武器上看到这个 logo 哦，这是美国军政府。再来呢，台湾民政府这个外面这个红色这个代表什么？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这个大的日丸里面台湾很清楚哦。中间呢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 logo 哦，黄色代表什么？亚洲哦，南东黄种人亚洲哈、哦。再来，红色。这个圈圈外面这个外围有六个白色的星星，代表六个州哦，从北
哦，从北到南，宜兰州、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跟高雄州。哦 ，OK， 大家记得澎湖是哪一州？朋友对几句诶，请你记有清楚，高雄州。哦，啊，新南群岛诶，东沙、西沙、南沙哪一州的？高雄州。哦，那些形状记有清楚啊。新南群岛跟尖阁群岛、深卡库，哦，这些法理的论述，包括独岛，在新台湾论的上册，哦，有详细的说明。好，哦，OK。秘书长的生日什么时候？8月6号，什么日子？原爆，就是美国将第一颗原子弹丢在日本广岛跟长崎嘛，那个日子哈，8月6号。那秘书长的英文名字 Roger C. S. Lin， 就是林志升，英文名字叫 Roger R O G E R， 哦，这每个都有。在这个地方呢，你如果有台湾民政府晶片的身份证，这个地方有一个日丸，你用紫外线的灯，紫外线诶灯照起来叫一个日丸，哦，就是这日本旗，哦，那条秘密的在这，哦 ，OK。台湾民政府晶片身份证核发依据：一、万国公法；二、国际战争法；第三、就这样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款、第四条 B 款跟23条 A 款。第二条 B 款的提供，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astoris。里面没有讲到 sovereignty 就是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 ，sovereignty 就是完整的主权。哦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大家记得那天爱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我现在 A L L 后边无加 S， 因为还有什么残余的主权，也就是主权义务、主权权利的管辖权，土地管辖权，譬如美军因占领，迄，那个管辖权客气啊，村上。主权义务的是台湾配偶新南群岛这个所在发生国家的所有权的危机的时阵，日本政府有权利爱啥出兵，有权利出兵守护日本天皇所保有所有权的地区。哦，这个重要，哦，第二点 B 款，不是讲日本放弃台湾 ，no， 是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未当管人，但是咱这个所在三线讲去用侵略，甚至土地被去用抢去啊，伊就必须按啊，基于主权义务保守台湾澎湖新南群岛，包括哪独岛 Okinawa， 包括日本本岛，包括哪北方四岛，北方四岛也想占去啊，苏联即马俄罗斯占去。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美国有立场来为啥北方四岛做说明。哦，当然日本政府啥，他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立场，讲啊我要要回来，他没有立场啊，因为伫啥和平宪法架构内。OK， 第四条 B 款的是啥？美国军事政府他在占领地有什么财产的分配跟占享权，哦，这是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这全民的第四条 B 款。23条 A 款呢 ？United States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这是美国是啥主要的占领权国。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 A 款，台湾关系法，因为台湾关系法的原因，更加凸显到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它发行的必要，因为台中华民国当局发行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把占领区的本土台湾人跟流亡中国人通通像石井炒饭一样全部炒在一起，分得开来吗？分不开来，所以必须什么分为占领地的人民跟什么流亡的中国人，要把它分开来。所以要讲，这片土地面顶有占领者甲被占领者，占有者甲被占有者。换句话说，啥？日本台湾人甲啥？外国人。哦，土地面顶的两种人，有没有外省人？外省人不是我们要用的名词。
我们只有外国人，外国人，因为咱本身1945年到的初二之前，这土地面顶的人，每一个人国籍就是 Emperor of Japan， 大日本帝国的人民。那是因为签订投降书之后，1945年9月2号之后，占领军包括他流亡的难民流亡来到台湾。蒋介石的占领军，他也借着占领军的优势，让大量的难民，哇塞，200万人，200多万人流亡来台湾。所以现在那个欧洲要流亡的难民，那些数量算什么？其实说真的，严重的难民流亡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的在哪里？大日本台湾，日本天皇所保有所有权的台湾这片土地面顶，留着大量的流亡中国人，问题无解决，而且吵吵闹闹，每一天拢无安宁、无平安。谁爱负责？美国，美国爱负责啊！伊主要占那些款啊！你要依照法理履行你占领者的义务，咱随时要提醒美国，你爱负责。担负起啥占领这的义务，你要履行你的义务，我们随时要提醒他。所以控美案第一次，2006年10月4号，台湾国际地位与台湾人权保护为诉求，控格啊，以后忽视咱的占领者一个比占领者之间人权的问题，包括啥国际地位正常化的问题。第一摆，第二摆嘞。中华民国伊是主要被告，在加告美国，因为中华民国当局伫1946年1月12日，甲咱所有的国籍为 Emperor of Japan 改做 Republic of China， 这是违反战争法的，所以当然爱告。先说啦，告美国，伊毋在重视，啊，所以啦，伫美国受理啊，3月9号，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准备的，哦 ，Roger Sheslin。Julian Tierlin 准备的包括所有的控告文件，律师团已经刚刚让大家见证了，见证了，非常充分、非常有力的证明，我们所有提供的法理文件，很充分的让美国的高等法院了解到，不需要辩论啊，这是很正确的事情啊，摆在事实摆在眼前啊，错的跟。公益的、哦、非常清楚、啊哦、所以基本上大家了解这些方面、啊、美中三个公报，817公报、上海公报和啥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建交公报是谁跟谁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利坚合众国建交的公报、哦、所以美中三个公报这是凸显啥流亡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国原则，就是美中三个公报非常的清楚做说明，延续到后面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民政府所依据的、所遵循的，也就是国际法理，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那有没有包括一个中国政策？当然，一个中国是哪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也就是 PRC。好 ，OK， 美国宪法。为什么会有美国宪法？各位，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 A 款，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所以美国所遵循的国家最高的原则就是法则，就是美国宪法。当然，我们在被美国军事占领的土地上，也是受到美国宪法的保障、哦、所以很重要一点。第八，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发布的公民权利法案。公民权利法案的话，有一本红色的，那办公厅他有发的话，你记得回去看哈、哦，那里面有详细的做说明。啊，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重点在这里 ，USMGTCG， 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所以你在讲台湾民政府的时候，记得前面要加个。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这是全名、哦、记得哦，美国军事政府在前面，台湾民政府在后面，征服者跟被征服者，占领者跟被占领者，清楚哦。
美国军事政府，台湾平民政府，所以简称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这样懂了哦 ？OK，USMG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后面这个 number 都不一样。那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由哪个单位来发行呢？来，我们看一下官网。哦，秘书长在2011年12月31号，也就是台湾民政府忘年会。哦，明天那个时光走廊，那个周班长会跟大家做说明。哦，我们看这个影片，那个上面申办身份证这里按下去。好，影片在这边，来，请放。今天是通知我们。那身份证是什么样的形式？是哪一个单位发放的？大概有多少人？我们头一次发的身份证是1000份，那1000份的主管单位是两个，一个是美国军事政府，另外一个台湾平民政府，台湾民政府。那我们这次是交由6个州的州长啊来发，但是一定要本人来领取。这一张就是我们今天要。身份证，台湾政府啊，身份证，这个标志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标志。那这个标志呢，就是台湾民政府。这个所谓原那个原的意思就是说，台湾原来是日本的土地。那么日本政府放弃，这个后面有一个 USMG TCE 的 number。这个所有的台湾的所有人都每一个人 number 都不一样。那个 number 是谁给的？美国给的。美国给的，不是台湾民政府。不是我们给的。美国给的。美国哪一个单位给的？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对。那这个红色的这个身份证字号呢，是沿用中华民国的。沿用。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系统，美国说你可以沿用。美国军事政府，有授权台湾民政府。发放这个公民的身份证吗？是有，美国军事政府已经授权台湾民政府发行台湾公民身份证。什么时候同意的？美国军事政府？2011年8月份，开始通知我们可以发放公民身份证。这样大家都听到哈，这节等于发放授权。美国谁制作的？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哦，他授权的哦。OK， 好，我们回到 PowerPoint， 谢谢。OK， 好，这个是2015年2月27号美国的时间哈，台湾时间是2月28号，控告中华民国和美国的正式的诉状的封面。好 ，OK。台湾民政府控 ROC 违反国际法，世界新闻网有报道哈。OK， 有40人哦，40人出席那个2015年3月12号的一个记者会哈。这个是那个诉状的封面。16-5149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哦，这是 Roger Cestin。它是代表什么？台湾民政府。OK， 我们看到那个台湾民政府官网哈，官方证明文件。那之前同信有在学院有在问说，上面怎么没有看到台湾民政府 ？OK， 我让大家知道 Roger Cestin 的 title 就代表台湾 Civil Government 的 Secretary General。往上我们看一下美国司法部与台湾民政府往来文件。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这是美国的司法部的全名哈 ，Criminal Division Off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这是2012年9月31号哈 ，Mr. Roger Cestin， 头衔是什么 ？Secretary General， 台湾 Civil Government， 这是台湾民政府在华盛顿 D.C. 的地址哦，1250号一整栋都是哦，那里面写的内文 ，Dear Mr. Lin。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April 28th
2012, sharing your views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aiwan. 哦，谢谢您在2012年的4月28号，也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效日，哦，分享有关台湾地位的法理，哦，就是台湾地位的法理的那个见解。哦，然后这个是美国司法部那个签名 ，sincerely，哦，OK，Mary。那么看到台湾民政府基金会的注册文件，各位你可以时间的关系，你可以到官网自己去看哈。OK， 来继续很快翻过一次。好，办公室的外观 ，OK， 就是这整栋都是1250号华盛顿 DC， 哦，邮递区号20036，啊，往上。好，办公室内部相片，好，再继续往上面哈。每一个像伊拉克民政府都会在那一栋大楼里面，哦，TGG 基金会全名改成台湾民政府的基金会的文件，然后继续往上面，哦哦，台湾政府的美国官方核可的证明文件，哦，OK， 来继续往上面，哦，正式完成官方注册政治组织的登记书，哦，在这里面，哦，OK， 继续。为什么会有基金会？所有美国各州的州政府，他钱跟人是分开来的，那账要怎么做？就是每个州有一个基金会在管理州政府的账，所以那个基金会是美国政府在每个州都要到哥伦比亚特区，又一个基金会在那边，他就是要报账、会计，哦，就是美国每年都要跟美国政府缴税，台湾民政府要跟美国政府缴税金，所以这一点大家记得哈 ，OK， 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有一个基金会在美国，那所有的账务，但美国全面的在监管，哦，所以大家请放心 ，OK。那我们回到 PowerPoint， 哦 ，Roger Sestin， 我看到哈，被告有两个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的全民，哦，在法理上、法律上的全民，记得不要省略。哦，写 United States， 要不然写 American， 不行。它的全名就叫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个在八一七公报、上海公报还有中美建交公报这三个中美三个公报里面，在新台湾论，秘书长在里面有做很详尽的说明。中国人他对英文，通常天性都不愿意用心去了解、体会跟认识。所以在中美建交公报之前的八一七公报、上海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被美国玩弄在股掌当中，耍得团团转。哦，有时候他会讲 United States， 有时候讲 America， 但是实际上名字全名要讲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这全名大家记得，哦，不要省略。美利坚合众国的全名就是这样。哦，再来呢 ，Republic of China， 也就是流亡在台湾的。ROC， 哦，这两个都是被告。OK， 好，哦，这是整个那个内容，有17位的法官审理这个事情。哈，哦，这在哪里呢？在美国国务院官方的网站里面都有。哦，奥巴马也好，之前的布希总统，也就是再来是现在的川普 ，Mr. President Trump。哦 ，Donald Trump， 他都是透过美国的国务院网站，也会看到这个官司。哈，哦，这刚刚有看过。OK， 这两本上册跟下册，大家记得要请回去好好的了解。哈，哦，来，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以及立场，来，我们一起念，做一点。哦，咱念无字。哦 ，OK， 来，台湾民政府主张做一点。哈，哦，来。一，依据国际法律，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民政府的立场一。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
第二，对中国实名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咱现在看到咱每一个这两面相片，你都要对照第一点。哦，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保有台湾占领权的依据伫底？开宗明义，大家来讲，台湾民众的主张根本伫底？法律依据国际法律，唔是家己编的。哦，所以大家足清楚哦，一开始依据国际法律，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就是台湾民政府追求的目标。追求的目标就是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那为什么有这句话？因为现在目前台湾有正常吗？无正常。甚至啥？国际社会认为讲，台湾人有啥人格的分裂，一个人身躯内底存在着两条灵魂。身躯法理上，你本来你就是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的日本台湾人，结果头壳内底底啥？中国脑，认为我的祖先我就是中国人，我就是中国人，我爱回归中国，所以中国也加吓惊，加恐吓，我就惊袂害，然后武力犯台，明仔载去中国客去，会无？袂。伫马关条约、下山条约跟旧金山和平条约保障下。日本台湾人跟所有的大日本台湾有任何危险，谁会出来？向来出来出兵出力？第一，美国，因为是主要占领权国；第二以上，日本安倍领导的防卫军会出来无？会。经济上，美日安保条约是其中一个，上重要是啥？旧金山和平条约。哦，所以重要重点爱记咧吼。美国总统有责任，伊的责任伫底？因为伊是主要占领权国，当然有责任。伊的主要占领权国原因为对来？伫战争话内底就是唯一使用武力征服大日本帝国的国家是对一个国家美国，所以伊是主要的占领权国。中华民国的蒋介石嘞？蒋介石伊是战败的战胜国，战败的战胜国。蒋介石大家记哦，伊秘去对，秘去四川的重庆，强要像迄垃圾的垃圾火，去有风吹，强要化去呀。啊，毋是美国指定伊，要早就去用收掉去啊。秘啊内底，而且蒋介石是啥？是中国中华民国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华民国的正常的是上南京政府以上，汪兆铭呢？汪兆铭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谁？向谁宣战？各位，我相信你听会惊一跳，向英国、美国宣战。蒋介石跟毛泽东是叛军。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政府。蒋介石诶，重庆国民党政府叫做国民政府，以国民党政府的党省略叫做国民政府。伊的主席以上林森，有主席诶，不是青哦，主席诶哦，有主席哦。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大概知影台北市吧？林森北路、林森南路有无？林森，国民政府的主席是林森。东西1941年的12月，蒋介石担任什么职务？行政院长，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各位哎，出鼻呢？行政院长可不可以宣战？应该是国民政府的林森宣战，不是蒋介石宣战。蒋介石是行政院长，越权。而且编那个未看靠的，教材。领导10万青年、10万军，去新骑白马，啊，我去啥？我要走三关了。我病啊，我迄时上下课程哦，我真正会倒单哦。OK，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约、国际战争法、和平转换平等，爱会记得吼。台湾民众的立场，暴力、武力，唔是咱要使用的。各位，
身躯顶爱扎啥？扎啥物物件？你爱记得扎笔刀。咱台民众毋是讲啊，我分刀分枪冲，革命独立 ，no， 国际地位正常化。我们只要在美国的法院证明我们的正直，提出我们正确的法理控诉，我们就可以得到国际地位正常化。美国军政府在后面是我们最好的 background 啊，最好的依靠。主要占领全国，依着万国公法、国际法，还有战争法的依靠，我们不用做任何的抗争。所以大家记得，暴力武力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是用各种法理的方式，让尽快的让流亡的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这个占领是什么？美国授权让他来台湾代为办理占领的事务，让这个事务赶快结束。哦，那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政府，他现在是什么殖民？哦，因为那个2010年6月29号 ECFA 签了，流亡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打仗？没有了。海基会跟海协会是中华流亡中华民国的民间组织，两边陈玉玲有来台湾，对不对？为什么青天白日满地红要收起来？警察还把它抢起来，还折断？为什么？两边都没有了，没有要对立了，那为什么要立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当然，警察先生小姐当然会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收起来啊！哦，这一点要记得，他们两边已经啊不打仗了，哦。不合作也不配合，他们他的内务的事情、选举啊什么的，我们没有必要去投票哦，所以大家记得，哦，了解一下这一点。如果你是绅士淑女，不应该诉诸暴力，而是应该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正直，了解吧？经历在欢迎缅甸得到声声明的时阵，你的正确。你的鉴定对的啦，得到证明讲啊，你是对的，公义应该是徛甲你徛做伙。那做唔对的爱食罪，哦，有啊，刚刚头下看有同款无？彭斯副总统，这大家拢知嘛 ？M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啊，这是什么 ？Mr. Vice President Pence， 哦，彭斯副总统。在这边有没有？这就是我们那个台湾民政府的中央的阁员，他没有台湾 civil government， 然后副总是什么 ？Very good， 好，这阵过去拍一张照片，好，在这边，这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我特地放大让大家看哦。好，今天演讲到这里，谢谢大家。